影片内容请参考时间目录哦。这一集首先来看试算表，当你进度到4-4的时候，可以刷鳄鱼赚真气。从牙骑士出发，在背后靠近的时候不用锁定，直接按三角进行绝脉，成功之后用仙羽鹤传送回牙士，这样一趟大概12秒，很轻松就可以赚进 1.25 万真气及5000铜钱。在刷真气之前，可以找铁匠大量购买仙羽鹤，一个只要800铜钱。如果缺钱，就把身上三星或二星以下的装备全部分解。分解后，除了会获得强化素材或特殊磁条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大量的宝珠碎片。宝珠碎片一个可以卖1000，比你卖装备好赚 N 倍以上。然后来看刷真气的装备，其实这个部分随便你。武器、防具、饰品全部选择有加真气获得量的。如果武器跟防具本身没有这个磁条，去铁匠那边用镶嵌功能塞进去。然后金钱获得量跟绝脉伤害也是一样，但是并不是一定要有，这个随你高兴。以上就这样，后面附录跑图流程，拜拜。